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糖糖亲子游戏》。今天我们给小朋友们带来了电动说话的托马斯小火车玩。这不单单是一个玩具，还可以教小朋友们说英语和中文呢。它会各十种不同的短语，可以帮助小朋友们更好的学习英语和中文。而且这是一辆电动小火车，可以行驶哦。这是娱乐学习两不误啊。快打开，跟小朋友们分享分享哦。我们一起工作吧。Let's work together. 啊，托马斯小火车说话了。小朋友们来学习咯，看看托马斯都会说哪些语言呢？托马斯是一辆蓝色小火车，车身上面有数字一，有六个轮子，后面还有挂钩，可以勾住车厢。有小火车的鸣笛声。你好，我叫托马斯。托马斯说话了，中文和英文可以互相翻译。我是一辆蓝色小火车。 I'm a blue engine。 我们一定要小心哟。 We must be careful。 小火车到达喽。小火车。 I'm a really useful engine。 哇，托马斯小火车太棒了。小朋友们喜欢托马斯吗？我很乐意帮忙。 I'm happy to help。 托马斯小火车很乐于助人。你好，我叫托马斯。 Hello, I'm Thomas。 我今天会完成一项很特殊的工作。I have a special job today. 一起快跑吧。 Let's go fast. 我是一号小火车。 I'm the number one engine. 我们一起工作吧。 Let's work together. 小火车到达喽。一定要小心哟。 We must be careful。 我很乐意帮忙。 I'm happy to help。 接下来我们和托马斯小火车一起去玩哦。哦，小火车可以行驶了，轮子转动咯。我是一辆有用的小火车。 I'm a really useful engine。 小朋友们，我们出发咯，一起去工作喽。我是一辆蓝色小火车。 I'm a blue engine。 一边学习一边玩小火车。I'm a blue engine。 我们一定要小心哟。 We must be careful。 小火车到达了。
项很特殊的工作。I have a special job today. 小朋友们都学会这些语言了吗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我们每天有更新，记得订阅我哦，拜拜。